是要干什么？你想让我帮你看着胡萝卜？不，我还要去抓蝴蝶呢。哇哦！嘿，哦。哦，这才像点样子嘛。祖国边境的天空乌云密布。祖国边境，站住别动，抓到你了！哇哦，你是主动投降，还是让我来抓你？哦。
逃跑，他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。还有什么要我帮忙吗？那就这样吧。祖国边境的天空乌云密布，
熊就放松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你也来试